今天的风非常大，在这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喝早午茶。为什么说早午茶？因为我早晨起床呢比较早，所以到了上午10点或者10点半的时候，我都会让自己休息一下，泡一杯好茶。那么今天我要泡制的是自制的桂花红茶。我们是用福建人制作茉莉花茶的印花方式来制作这款桂花红茶的。我们是用最好的镇坛小种来做的这款桂花红茶，它非常的细。欣赏它，好漂亮，看这颜色。适量会掉一些小渣出来，没关系。在你喝茶的时候，仔细去观察这个茶汤、茶水和茶叶，会让你很解压。一款漂亮的桂花红茶。啊，太棒了。这款茶已经非常的沉了啊，因为我已经放了3年。它呢不像一种新茶，一闻哇，那种桂花香很香啊，它已经沉在里面了，就是说这个桂花已经跟这个茶融在一起了啊，所以你要慢慢品，它非常的浓郁和浓厚，很棒。昨天我去了趟 Costco， 我看了一下2020年1月份打折的一些产品。当然我是冲着我喜欢的产品去选择，吃货嘛，肯定先看着去吃。对于我们没有尝过的一些新的产品，在打折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一包回去尝一下。日本河粉在打折，9包7.99，网上6包9.99。新上架的蛋白优格在打折。有时候我们看到面包的价格差别特别大，面包我们当主食吃，所以一定要买好的。超级甜的甜瓜在打折，2个2.99。鸡腿在打折。你行啊，行。所以你看啊，你买的时候注意哈，它是有两种，一种是 barbecue 的，一个是 buffalo 啊，你看看你喜欢哪种。所以刚才这位先生他买了 ，you're welcome。当然 ，barbecue 是最好吃的，啊，所以买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买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 sauce 啊，别买错喽。这个花生不但可以单吃，有的时候你 ground 一下还可以做菜啊，放在沙拉上面也挺好的。买一送哟。这款面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今天终于打折了，我得买两包。美国人很喜欢吃，因为它甜啊。拿回去我们打2个蛋，然后再放一些青菜。瞧这美国人吃了，把脸都放到碗里了。You like it？ 冬天喝一点热汤是很不错的，刚好打折。最近也没发现我特别懒，都买些成品的。所以你忙的时候呢，爱护自己一下，不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做，你也可以买一些比较健康的食品。一磅，那么这么一包呢，大概是18块钱吧。刚想买这个牛肉，不知道好吃不好吃，然后刚好这边有品尝的，蛮好吃的。小羊肉看起来是不错的，应该买一包回去尝尝。猜猜我今天买的东西到底多少钱？我猜大概是200块钱左右。190块了，都猜对了吗？今天我爱你又爱到怀孕了。这么满，不知道我老公会怎么说呢。所以昨天我买了一款啊，这是我第一次买的，是美家食品生产的葡萄果冻和新鲜烤花生酱制作的三明治，是由各种低糖水果酱和全麦无漂白面粉制作而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认证的非转基因生物。社美家食品创立于1897年，总部位于美国的俄亥俄州，是一家食品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生产果酱、果冻、蜜饯和其他果子产品。无论你在哪里，只要解冻打开，享受完美的即食零食和简餐的最佳选择。当时我还以为它是冰淇淋，不是，
它应该放在冰箱里面冰冻，然后你吃的时候要拿出来，在外面放它一个两三分钟啊，让它有一些解冻了啊才能吃。我当时不知道，我还说放在那微波炉打，一看那个说明书是不用的，千万不能放在这个微波炉打哈。如果你喜欢吃冰的东西，你拿出来，你牙齿够硬的话，也可以咬着吃，也挺好吃的，当成冰棒啊或者冰淇淋吃也可以。那么一般我在喝茶之前呢，我都不会吃东西，我希望能够保持我的这个味觉啊或者是口感能够很清新的能够去品尝这泡茶。因为我没有用特别烫的水，所以它可以泡在里面稍微时间长一些。那如果你觉得这茶的口感已经很好了，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旁边的一个小盘子里面。小妙招来清洗，只要抹上一点点，我这蝴蝶有时候不小心掉到茶里边，所以呢它就染上了茶垢，看起来比较脏。是吧，洗完以后呢这颜色就很漂亮，感觉特别新鲜。好了，当我们品尝完这个茶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小甜点。就说中国人为什么喝茶喜欢放点小点，有的人呢他的胃寒，比如像我就不能喝绿茶，喝了以后胃很难受，空胃的时候喝茶也会很难受啊，你要吃点甜点来保护你这个胃哈。孩子也可以带到学校作为 snack。 我们经常吃面包的时候会加上 peanut butter 和 jelly 一样的，而且这么大个做个午餐吃，大家看看这里边吧，看起来是不是很健康，是不是也很新鲜而且也好吃，然后再配上这个。其实我觉得好茶配这个甜点也是很可惜的。看我吃是不是有想吃的感觉。当你吃了好吃的东西，你会觉得特别幸福哈，特别满足。你的幸福感是你自己决定的。好，我们把它吃完。我简直是吃货。现在我再介绍另外一款 yogurt。 这款单浓酸奶是从甜叶菊叶中萃取糖、非脂肪牛奶、水、烟熏菜根纤维、天然香料、果汁、红萝卜素、柠檬汁、浓缩液、海盐等制成，每5.3盎司含有15克蛋白质和维生素 D3。普及一下甜叶菊，甜叶菊原生于南美洲，是重要的食品甜味剂及代糖的重要作物。市面上的甜菊叶或者甜菊糖的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种。绿叶甜菊叶是加工步骤最少最原始的一种，这种甜菊糖比糖甜大约30%至40%，南美和日本一直用于天然甜味剂。甜菊叶提取物，很多品牌都只是提取了甜菊叶的莱胞迪甘甜味部分，比糖甜约200倍。甜菊叶甜味剂是三种产品中最差的，师傅完全改变和过度处理甜菊叶，比糖甜约200至400倍。饮用甜菊叶茶汤有减肥瘦身、滋养肝脏、防止疲劳的功效。挺大包的，我就觉得这也可以做午餐吃了啊。一般我们的优格很小杯，还是很大。记得这个吗？姜黄素一定要吃，买了就要吃，我前两天忘了，不用去浪费钱，坚持吃，有规律的吃，就拿个小碗啊，一勺姜黄素，然后放在自己的小碗里边 ，yogurt 拿出一勺。我是不太喜欢姜黄素这个味道，但是有些人喜欢，因为它有点像姜啊，或者是胡椒啊，白胡椒的味道。赶快吃完。这个不甜，你看到没有，它不像一般的优格那么的嫩哈，比较粗糙。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 protein， 有更多的一些营养。这个口感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然。如果追求口感的朋友呢，我劝你不用买，
认识最优健康的朋友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买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单调口感的酸奶，那么如果你们家有这种很单调的饼干，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果酱，还有这个蜂蜜，那么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口感来制作这一款特别的小甜点。首先我们把这个优格打开，你看如果一个朋友来，你就剩这么一罐优格了，怎么吃呢？又挺大罐的。好，没关系，来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健康的优格。添加一些蜂蜜，再放上 strawberry， 搅拌起来，特别棒的茶点，小资生活下午茶，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这里的风景真的特别美，刚才还有一个大鸟来看我，看看谁今天到我家做客。哦，还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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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来浇肥了，感谢主，说明这院子里面真的是很有灵，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享受。在圣经创世纪就说了，所有的一切是要让我们的人来管理地上的一切啊，我们是管理者，所以呢，你看这一小片土地管理的挺好的呀，所以很多动物都愿意来，是吗？感谢主，真的很感恩。你们今天健身了吗？哇，太美了！今天风很大，非常感恩。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记录美好，分享快乐 ，T Life。